现在来做消毒，那现在有这个卫生纸，还有那个是消毒的那个酒精。那你先告诉我你怎么样去消毒你的桌面，你现在可以做，我送给你这两个东西。嗯哼，好，那你这样第一个你就感染了。OK， 你把这个东西放在上面，你就是污染了，因为它本来就是脏的。嗯，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不能放在你污染的桌子上。嗯，不能。还没消毒，不能接触桌面。对对，我如果他是有传染源的话，就是不行。那当然，我一般是没有，但是还是要预防，养成习惯，不要这样子。还没有消毒干净的时候，把东西放上去，不行。好，好，来。好，来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毒手法哈，这个会制造所有的污染源。好，那个 Amp 来，过来，来，你，来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会给你十分钟，多送你十分钟，来，来，来消毒。现在有酒精跟卫生纸，来，请你消毒我这桌面，我要看你怎么消毒。我可以用喷的吗？可以啊。可是我今天没有喷的啊，我们家没有喷的啊。今天没有喷的。今天公司只提供这个啊。公司只提供这个。对。哦，我刚才讲过，你看又给我污染桌面、哦。不要放上去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怎么消毒来？我可以直接淋，对不对？你弄啊，我现在给你工具啊，哦、我应该教过你了吧？哎，好像没有。哦，没有。哦，好。对不起，好像没有。好，那样酒精大概要200块成本。好。有。平常都是用喷的、啊。好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哈。好，你这消毒手法，好 ，stop。好，好，来，那个佳佳过来，换你来，你坐一下。来，我们现在要消毒这个桌面，怎么做？好，来，你们看一下他的手法。好，来，注意看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这样它不会一直脏的，还是一直用一直用，脏的就直接带过了，不会一直脏的一直这边都一样不干净。对，这是一个污染源的问题。就像我们在清理伤口的时候，你有伤口的时候不可能这样子清嘛，对，你一定是从伤口的中央开始往外带，往外、对，所以你在消毒环境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一定要记得哈。是。